没有看过很多日剧跟电影，有时候公主旁边就会有一个俏管家，他现在要为公主斟上今天公主的下午茶。公主，我想今天为您准备的是我们的伯爵茶，不知道您满意吗？哎，真的有茶哈，来，我们的俊俏帅管家现在在为你斟上下午茶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镜头，我们美丽的公主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最灿烂的笑容呢？OK， 好，现在我们一体展，我觉得我要再给他一个福利，可以吗？你们接受吗？一展，你可以拿着那个茶，然后喂他喝。你接受吗？你接受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你愿意讲太早了。现在台上的是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好，来我们捕捉一下，来一展来亲自为我们今天幸运的粉丝喝下午茶，哇哦，哇哦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镜头。好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我们给这位幸运的粉丝一秒、十秒钟的时间，好好品味。